看羊皮多好，这得多少皮毛大衣，多少车坐垫子。雷老师，哎呀，母乖。你妈，你啥也不是，去回去做饭去吧。啊，我整。吃羊肉。挺好，吃羊肉。让他们给我扯碎了。刘叔，锅里的肉炖着呢，我去给你买点酒喝，你看着锅。行去吧。刘叔，帮我拿一啤酒来。来，锅里拿。慢点，那羊肉放点盐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三哥，你在哪回来了？来，一块喝点。哎，一稀奇了，锅头是这个毛都是锅没端，这顶开叫八宿。哎，你自己还没媳妇儿，你看啥？让你看看美女，打发打发时间，你还不乐意了？喝不喝？喝，哥也跟你开玩笑呢。开玩笑，我倒是想嫁了吧，有人敢娶吗？来。这羊肉炖了一下午，老好吃了。喝着。老叔啊，你就说结婚有啥好处？你现在很多00后、90后都是丁克，你知道丁克啥意思？去你妈！你妈丁克，我这么大岁数，你就以为我岁数大不知道啊？妈，那就是断子绝孙的事，你还往那上想呢？家找对象太难了，难就你那虎处我也看了，他妈那个啥对象看你他妈都得走。你这个不开心的事儿明天再说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天没酒再垫队。老叔别操心，别上火，没事儿。来，家人们，我是来自内蒙古草原的姑娘，来我家，啥活不让你干，还让你当家，酒肉随便吃，多好。来，